Hello， 看得到吗？看得到吗 ？Hello，Hello， 哎 ，Hello， 阿 Key，Hello， 牛排 ，Hello，Hello， 冠宏 ，Hello，Hello， 空邦哇，空邦哇，阿 Key， 阿 Key， 嘿，开始嘞，好快哦，哦，好酷哦，哦，看得到很清楚，真的吗？晚安 ，Hello， 晚安，晚安。我来打嗝，上面的高画质阿 Key 真的吗？很高画质吗？好，我想打嗝上面的，上面的，的的的的的的东西，嗯。要怎么？等一下哦。日本語 OK ですか？日本語大丈夫ですよ。今天也很美，谢谢。阿 Key 你好 ，Hello， 晚安晚安，好久不见阿 Key，Hello，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气质担当，空翻哇，空翻哇。Hello， 啊，好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安安 ，Hello， 安安。安，我脸开始红了。杰伦、杰明，晚安。Hello， 好久不见。Hello， 阿 Key， 晚安。Hello，Hello， 第一次看，第一次看。晚安安 ，Hello， 晚安安，第一次看，好。啊，敲到。也是要跟大家推广一下我的 Insta。你好，初次见面 ，Hello， 初次见面，安安 ，Hello， 请多指教 ，Kia Kia Kia， 晚安，晚安，我第一次看，真的吗？好，那我要来自我介绍喽。嗯，大家好，大家好，是 TP48 一起升正式成员的刘杰明，可以叫我阿 Key 哦。我的兴趣是跳舞，然后吃东西，我很喜欢吃东西，然后我的专长是钢琴，然后对，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哟。選抜総選挙出ますか？今回は出ませんでした。でも TP48 もメンバーが出ますので、ぜひ応援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嗯，安安妻子阿 Key， 阿 Key 漂亮，谢谢阿 Key， 阿 Key， 阿 Key， 阿潘 ，Hello， 好。带泡泡问好，泡泡说他很想你，老爹等等来。好，那我要用日文来自我介绍一次。皆さんこんばんは。こんにちは。TP48 一期生正式メンバーの刘杰明です。あきちゃんで読んでください。趣味は踊ることです。特技はピアノです。おばあちゃんは日本人です。だから小さいの頃からずっと日本が大好きです。食べることが大好きです。これからも精一杯頑張ります。どうぞ応援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アキちゃんこんばんは。应该是阿奇没选，所以阿奇也不选。没有，阿奇阿奇真美，谢谢。自然な日本語だね。アキ Hello。好的，棒棒。今天呢有三个主题，这个礼拜有三个主题。后面炸虾，这边有一只炸虾，怎么不在老地方电脑桌旁边啊？因为今天是横的荧幕，就想说换一个地方。
被看到了。好，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我想要决定荧光棒的颜色。荧光棒的颜色。那胖儿子呢？胖儿子在休息，在睡觉。阿K儿子呢？儿子去睡觉了。好，今天想要决定一下荧光棒的颜色。今日は彩色を決めたいと思います。おお、M3、阿潘的 M3。儿子又着凉了，对啊，儿子又着凉，真的很糟糕。怎么办？阿 K 喜欢，大家知道阿 K 喜欢什么颜色吗？大家知道吗？儿子衣服还是穿不下，穿不下。儿子的衣服穿不下。谢谢帅员的爱心，好多爱心哦，好多爱心，谢谢。怎么办？大家知道阿 K 喜欢什么颜色吗？黄色，瞎猜。はじめまして、日本語 OK、日本語大丈夫ですよ。日本の方も日本語でコメントしてくださいね。好，你喜欢鸭子，紫色，嗯。帅员是爱心狂，超多爱心。只知道超喜欢鸭子，对，我喜欢鸭子。有看那个成员的介绍吗？绿色，嗯，绿色。我国小的时候曾经喜欢过绿色，鸭子色，鸭子色，嗯，鸭子色有。あら、日本語上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もっと上手く話せるようになりたいです。黄色小鸭，黄色小鸭。はじめまして。嘿，墙壁是黄色就太黄色了，黄色它其实是我做出来的墙壁哦。粉红，嗯，粉红也蛮可爱的。不倒翁，谢谢手滑哥的不倒翁。好，其实我喜欢黄色，大家猜对，我喜欢黄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喜欢黄色，就是觉得黄色是一个很有元气、很温暖的颜色。平颈肩，对，所以，为什么要 www？ 晚安 ，hello， 晚安。所以我决定要大家帮忙想一下我的应援色。要是什么颜色？晚安，这种黄很适合很温柔的感觉，真的吗？晚安 ，Hello， 晚安。大家觉得只要黄色而已吗？还是要再配什么颜色？名前はなんて呼ぶ？名前は刘杰明。でも日本の方はあきちゃんって呼んでください。黄加黄，黄菊感觉延迟很低，真的吗？黄根菊哦，嗯。可是黄根菊就是完全就是 TP 的感觉，这样会不会太重复了？黄，嗯，我觉得黄配黄加黄跟黄加粉太多了，黄加黄太多了。嗯，我想一下哦，还是黄配白感觉不错耶，黄配白。阿 K 是秋天用枫红，枫红，
皇家子，皇家子不行，皇家子已经有人是皇家子，不行。黄佩红，黄色跟枫叶红，黄色跟枫叶红，皇家红的感觉，没关系，反正 TVB 的色块跟 SKE 一样的。黄橘，皇家绿，就看诗言会不会来这里。黄丽红，黄丽红，还是我想一下哦，黄配白整个就是鸭子配。黄配白有人了吗？现在黄配白有人吗？我不知道黄配白有没有人呢。黄咖啡，是的，刚刚去看村长啊，对吼，村长也在直播。黄配中的话就有点像这个黄绿红，黄绿红会不会太多三个颜色？黄绿红。黄跟橘红也是鸭子，对耶。思源还上了村长，是哦，村长刚刚结束了，原来如此。他报平安哦，黄配白像鸡蛋，鸡蛋黄配白，黄配白感觉蛮可爱的，黄配白，黄配蓝呢？蓝色，蓝色。蓝色觉得怎么样？蓝色，阿奇安哟，阿龙 hello， 配蓝色会很奇怪吗？嘿，安安呐 ，hello，hello， 老爹来，荷包蛋，荷包蛋感觉蛮可爱的 ，hello，nice to meet you，hello。现在是在决定应援色还是代表色，刚刚刚进来，现在是要决定应援色。第一次看阿 K 旁边小鸡，他不是小鸡，他是炸虾，他是虾子炸虾。鸭子色调，对，鸭子色调。Hello，Hello。那好，杰明有喜欢的颜色吗？我喜欢的颜色是黄色。黄色 My name is Mr. Sushi。 太可爱了吧。炸虾噗，炸虾炸虾对啊，炸虾炸虾，它是炸虾啦，真的炸虾炸虾炸虾。你好 Hello， こんばんは，阿 Q 晚安啊，怡真 Hello。 黄色好，黄色好，对不对？黄色好，我对不起你，没关系。大家都不知道他是炸虾，没关系。那我先写。黄加白。杰明，你刚刚说我坏话吗？没有，我没有说你坏话。我没有说你坏话。大虾果皮也是金黄色，对啊。Tell me how to read your name. 刘杰明。晚上安安 ，Hello。石原耶来了，石原，丽卡今天辛苦了。黄家白，然后，こんばんは，はじめまして，こんばんは。是的，怎么可以喊杰明呢？你好啊 ，Hello。莉卡你好 ，Tell me your name。阿キです。嗨嗨嗨嗨 ，Hello。その人、これかな？これかな？ちょっと自分を変えてみた。全然似てないけど。可以跟阿キ有关，跟阿キ有关。绿配子，安安，等等，有人十点又要跳平衡台，对啊，平衡也要开耶。Hey Aki，Hello， 你好 ，Hello， 好。怎么办？大家好多意见哦，不知道要选要怎么写。
画的真好，可是十连完全不同等级。没有啊，我这个只有一颗头，看起来也蛮可怕的，就有点猎奇，超觉得猎奇的感觉。每当花博出现就什么，就要带十连出场，还自己喜欢，选自己喜欢，觉得我很可爱，黄金黄，每个人都在偷欺负我，谁欺负你？告诉我，不然看 Ducky 喜欢什么颜色。晚上好，超可爱的啊。頭に赤い加藤のキャラクター。アキ好厉害，不厉害，超级不厉害的，超奇怪的。阿基画的很好，很好吗？真的吗？也可以问25种颜色的球，大家投票决定啊。25这样会不会太多了？黄加白，然后黄加红吗？红色。不要选零一，什么东西？不要猜25个，真的假的？他真的猜25个，真的假的？真的看这个直播题上画，真的吗？真的很累，换皇家系列。他好像在问炸虾是啊、哦，今天零一头漂亮，婆婆眼睛。後ろはエビフライだって。エビフライ。ひめり看完啊，刚刚在零一，一次就25个要点好久。Have you ever been to Japan? 日本は4回くらい行ったことある。4回くらい。25回投250下，那你们250下是根本全部都投了吧？炸虾阿 K， Hello， 是角落生物，对呀，好可爱。阿 K 阿 K， 手指有点抽筋，因为喜欢炸虾。阿胖，我空包啊 ，on business。阿 K 好漂亮，谢谢。想要双枫叶色，对我现在有两个选项，一个是皇家啊，我的那个灯，一个是皇家白，一个是皇家红。目前有票当然要全投，这是要尽的义务。阿 K 喜欢冷色还是暖色？我喜欢又冷又暖。的颜色，皇家红还有什么？皇家白、皇家红，全力支持黄力宏。黄力宏怎样？好，等一下哦。エビフライなんや。好贵气，皇家红还没有人选。什么颜色是又暖又冷？我想着黄力宏，又暖又冷就是，像蓝色啊，或者是蓝色好像是冷，绿黄哎，皇家红给张家俊存在感，粉也还蛮暖，算暖色。阿 K， hello。好，那我要先自己加一个皇家蓝好了，因为我不知道要加什么颜色啊，很难加耶。好，就是鸭子色投下去，白色就刚卡在中间。对啊，白色还不错，温的。阿 K 可以选秋天的橘色吗？秋天的橘色，鳕鱼红中间色就是又软又冷，黄色就是兼具冷暖。皇家马德里，大虾也是皇家。对，晚上好 ，Hello， 皇家红好。我现在有3个选项。一个是皇家白，
一号是皇家白，二号是皇家红，三号是皇家蓝。我觉得金色也不错。哎，金色可以弄应援色吗？您会说日语吗？日本語できますよ。金色可以用应援色吗？荧光棒有金色吗？荧光棒好像没有金色，对不对？皇家镜，皇家镜饰感好像没有，对不对？一定做得出来。金色できないよ。嗯，そうだね。土豪金，肉肉也选了黑色 TP 两个黑色的，哎。我们的手都要听清楚，这样这样，皇家红等于橘等于秋色，嗯，はじめまして、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はじめまして。有黄色，有琥珀色，但是远看就是黄色。皇家白等于蛋黄哥加蛋白哥，蛋白哥会性感很多土豪范。黑都不要担心，工作嗯，都决定撒金箔，嗯，手灯的价格要加再加一个黑色等于关灯，胶原蛋白，嗯，那。我还是希望有黄色，嗯，黄色就是如果说是要两个颜色的话，就是希望黄色配另外一个颜色，嗯。有黑色就像没电池的白色，嗯，原来是这样。那。Do you speak Japanese or English? 日本語できますよ。日本語できますよ。也可以只有一个颜色。对，可以只有一个颜色。嗯，其实我觉得一个颜色很酷。皇家金，皇家金，皇家金，金可以金的话就变成要拿两只黄色的感觉，对不对？こんばんは，こんばんは。没电池的白色是米黄色。嗯，没错。全场一片黄，很帅。嗯，黄金要可以想要彩色也可以。Follow しました。皇家黄很漂亮，皇家黄那个只有黄色吧？黄跟金太像。好，那我再加一个选项，黄色加黄色，黄色加黄色就一点差别都没有。皇家黄。黄家黄只有黄色，超黄的，皇家黄比较高级一点。好，那先来选，先来选，现在要先来投票，应援色，第一个选项。黄色加白色，第二个选项是黄色加红色，第三个选项是黄色加蓝色，第四个选项是黄色加黄色。今はサイリウム移動を決めたいと思います。1は黄色プラス白。2番目は黄色プラス赤。3番目は黄色プラス水色。4番目は黄色プラス黄色。我要帮黄黄配他掉。黄黄会不会太黄？太阳，太阳阿奇。好，那我想要先开个投票试试看。
是薯条蘸酱，什么薯条蘸酱？哎呀，我看看哦，投票，那我要来投票咯，四个，开始。好紧张啊，好紧张啊，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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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好紧张啊，好紧张啊，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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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完了吗？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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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好了，可以结束了。噔噔噔噔噔，好，三、二、一，好。哦，四号当选了，黄色配黄色，真的吗？大家看到了吗？黄加黄。黄色配黄色，哎、欸，真的吗？四号全胜、欸，哎，完胜、欸，哎，超完胜。黄配黄，哇！稻香海，这就是我们的智商厉害，恭喜黄立煌，黄立煌。黄配黄是什么？黄。好，好开心哦！荧光黄可以谁知？其实是双色，对，我们是双色系，两种黄长得不太一样，只是我看得出来，可是大家可能看不出来。对，黄配黄，单色衬黄，好，好开心哦！谢谢大家。决定了，姻缘色是黄色配黄色。因为你选了黄色，别人可以选单色黄了。单色一定很帅，浅黄加深黄，浅黄加深黄，对。有没有可以当你军师？满满的黄色，对啊，满满的黄色。秋のサイリウム色は黄色に決まりました。イエーイ。双黄。好。单黄跟金黄。好的。那么，今天还有一件事情想要决定。就是饭的称呼，耶！饭的称呼，哎，真的不知道怎么称呼哎，这个好难哦，这个我觉得是所有三个里面最难的。这个真的很难。炸虾，小枫叶，小枫叶听起来很可爱。炸虾，炸虾，炸虾，太多炸虾。胖松鼠，等等，林卡就来这台，等着他的吉祥物手滑歌服器，这什么东西？炸虾，嗯，谢谢一家的爱心。秋天就是食欲的季节，没错。一只炸虾，还是你要立黄立煌 ？A B， 炸虾，炸松鼠，炸松鼠。炸松鼠，等一下哦，等一下哦，你们认真吗？是你们要被我叫的名字耶，你们要被我叫的名字耶，你们要被我叫的名字哦，这要慎重考虑跟选择，没错，
炸虾仔，我觉得这个冻这什么冻饭很划算。炸虾尾什么皇帝皇，我们要被炸了。明太子，明太子，我喜欢明太子，我喜欢吃明太子，不是我喜欢明太子，我喜欢吃明太子。皇家皇炸虾可爱薯条，等一下哦。阿 K 的饭要不要叫秋天？秋天，秋天感觉不错。果果，果果 ，Hello， 果果。枫叶，我也好爱明太子，没带过。阿 K，Hello， 果果 ，Hello， 炸虾我也想当。阿 K 啊，雨晴 ，Hello， 饭呢有逼 ，So， 今は饭の呼び方を決めたいと思います。林也在台下，哎，真的假的 ？Hello， 林一奇 ，Hello， 嗨，我被 Q 了吗？姐姐又来了，晚安，哥哥 ，Hello。好多人哦，我好害羞哦，好多人哦，怎么办？等一下我先看一下哦，叫 AB 好了，对日饭也，那，明太子炸虾，明太子炸虾会不会太长？明太子炸虾会不会太长？破千人了，哇，破千人了，破千人了，破千人的话。要来阿 K 阿 K 阿 K 一下啊！阿 K 阿 K 阿 K， 好，楼下炸虾，照明，炸虾定时，因为又是食物，明太子炸虾会不会太好吃了？恭喜一千人，谢谢大家！明太子炸虾。饿了，明太子炸虾会不会太长啊？红叶摸米几嘛，可以哦。为什么做的很有磁力感？さっきの秋秋まるでカニみたい。カニ？カニ？こんばんは、こんばんは。我想一下哦。简称明虾子，明虾。あき元気だな。元気だよ。エビ感觉很可爱，变相叫 baby 的感觉。baby， 等一下哦，我想一下，刚刚有人提。炸虾，虾，艾瑞斯，阿基斯，阿基斯，炸虾还有明太子。这样会不会太好吃啦？这样会不会太好吃了？后面那只大家看起来像饭团，饭团怎么样？小枫叶，小枫叶，这只。枫叶。摸米吉，炸卡尼，炸枫，炸枫叶，炸枫叶太奇怪了吧？キヒロ，
还有一样诈骗集团，诈骗集团，诈骗集团不好啦，不好，不好啦，不好，不好啦。Jackie， 家里有人在看台回声，对啊，妈咪好像在看的样子。什么小鸡虾？那只小鸡的炸虾，像小鸡的炸虾，都是炸的，来个烤鸭如何？烤鸭，烤鸭，我想想，可是我觉得可以那个诶，设计吉祥物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元素都加上去，大家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可以，烤虾、钓虾、全鸡餐，天妇罗。变宵夜台，天妇罗，我火气比较大，医生要我不要吃炸的，我最近很少吃炸的，结果吉祥物就变成宵夜台，我觉得肚子很饿，我觉得要北京的比较，北京的要比较好，キャラクターにつけた方がいいね，そうだね。超饿的，超丰盛，晚安 ，Hello， 炸物套餐，炸物套餐，我现在先写了三个选项，第一个是炸虾，第二个是明太子，第三个是枫叶。我是说真的，认真，好饿，不能再吃了。我也觉得，痛风台吃到痛风，等等要叫外送。这吉祥物一定好吃。明太子的话要学小俄罗斯来一段吗？我从雨晴台一定吃到现在。我觉得明太子不错哎，明太子有我的名，明太子有我的名。吃货，我是吃货，只是最近都吃比较少。干脆叫枫叶炸虾。最近都是中途进来看，会看不懂直播台。现在在决定粉丝的名称，干脆叫枫叶炸虾，柳叶炸虾，明太子好，我也觉得明太子不错哎，而且中文日文都通。饿了出门买个宵夜先好哦，明太子炸虾、鲑鱼子，要不要加上面的说明字母？明太子佐枫叶炸虾，超长的。枫糖明太子炸虾，明太子官方，那叫明太子吧。刘明子是什么东西？那枫叶炸明太子，这也是要推销到日本的。对啊，明太子不错。阿 K 喜欢吃什么？我喜欢，我什么都喜欢，寿司，还有很多哎。刘杰明太子不要啊，刘杰明太子好奇怪哦。变成高级料理，刘决明，明太子真的不错，但是就变决明子。大虾明太子简称疯子，等一下这也太简称了吧？因为是吃货，所以都喜欢。对，我都喜欢决明子的一种。决明子，阿 K 才从决定颜色开始就特别高级，皇家黄嘛。我觉得明太子蛮可爱的，
乌鱼子明太子饭团，明太子加一，明太子，小明子，小明子是什么？小明子，原来是要叫外卖，我要现在是要决定粉丝的名字，还是改叫袋子？没带狗的意，嗯，炸明虾。这边刚才写到的，为什么不要明太子？好，那我想要，怎么办？要这么快投票吗？要这么快投票吗？以后活动的礼物箱大概都是吃的，不然太多了。刚刚太子被变太尖了，明太子不错，对吧？明太子是不是不错？而且我蛮喜欢吃明太子的。大家还记得吗？之前有一个课题，然后是做料理的课题，然后我是做明太子奶油乌龙面，对，明太子。所以现在的候选，第一个是炸虾，第二个是明太子，第三个是枫叶，明太子面，对，有没有明公主？明公主。以后可以接代言的，嗯，明太子，明太子还直接有代表动作可以做，什么代表动作？明太子听起来最好，真的吗？可是大家会想要当明太子吗？大家会想要被叫明太子吗？就明太子们，明太子们，明太子们。明太子们 ，Hello， 我的明太子们呢？村长啊，小二老师啊，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可以哦，可以啊，小枫叶也可以。霓虹高清晰还行，哎，明太子好啊，好吃又高级。明太子佐炸虾枫叶耶， yeah， 然后被吃掉。明太子要穿西装吗？不用，不用，不用。明太子好，那我这样还要投票吗？这样我还需要投票吗？明太子感觉好像不太需要，对不对？没带过，じゃあ今はファンの呼び方を決めたいと思います。え、いらない？本当に？大丈夫？もう明太子に決まる？不用了，鼓掌通过，真的假的？通过吧，真的吗？真的吗？不用，不用投票，明太子，哎，鼓掌通过 ，good。啊啦啦，怎么那么快就决定好了？不用投票，真的吗？てか喋れる。パパパパチパチパチ、耶！直接进入业配主题，太好了！谢谢大家帮我决定了我的粉丝的名称，叫做明太子，明太子。这要现在带明太子的梗，等我练一下。等我练一下，明天开始接名。好，那么粉丝都很善良，大多数都会接受我想喜欢的歌，真的吗？明太子接明太子业配。好了，那明太子に決まったの？そう。明太子に決まったよ。MC 表示。你说喜欢明太子后，大家都懂了。明太子最高，除了香菜偶像是。等一下要直播的那位都只让大家同意或不同意。现在只看到一个被推翻的，看阿潘，阿潘的就不是吧？阿 K 喜欢，我们也喜欢，就不用特别投票。香菜偶像菜。好的，那就决定是明太子咯，各位。
太子。好。那接下来要决定。接下来要决定，对，吉祥物。吃水果时间到了吗？没有，没有到，还没到，还没到，上位。就赵家军吧，好。哎，明太子已经有人使用了吗？明太子如果有人用的话，那我就要换一个耶，不然的话这样子重复就不好了，对不对？如果对啊，如果已经有人使用的话，那我就应该要换一个耶。真的吗？真的吗？不过粉丝名，真的吗？但他不是叫饭，没关系，真的吗？那我就用明太子的哦。こんばんは、日本語わかりますか？日本語わかりますよ。在。日本語読めるみたいですけどね。日本語は今学校で勉強していますよ。少しだ。ちゃんと。ウェイ。这样以后要是有机会的话，也可以拿这个聊天。好，别担心，来自台湾的明太子也不错啊。好，那就明太子哦。めっちゃ可愛い。何歳ですか？今は21歳です。你什么时候上台？什么上台？好，而且称这种名太子只有来台湾才得到的，就会想，呜、哦，林一默默的丢。雷奇，雷奇在哪里？完全看不到雷奇。え、うまいですね。本当ですか？勉強中なんや。日本語めっちゃ上手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よし、じゃあ日本語を一つ教えましょう。教えてくれたら嬉しいですよ。替刚进来的人解释一下刚决定的东西吧。そうね、さっきはファンの呼び方を決まりましたよ。さっき秋のファンの呼び方は、明太子です。林一桐明太子。林一桐东西。吉祥物可以画雷吉吗？なんでやねなんでやね。可以用日文介绍一下日本人认识一下哦。好。皆さん、こんにちは。TP48。1期生正式メンバーのりょうちえみんです。あきちゃんで読んでください。
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我是明太子头吃零一，那我要吃零一。好，吃零一的第二排有个头上不是长草的明太子，哪里有明太子？明太子头，然后吃完就变光头。这也太危险了吧！吃完就变光头。覚えるべき日本語ちょろおた。ちょろおたって何？ちょっと進度好快哦。我现在，我原本想说明天或者是后天再来决定我的吉祥物要长什么样子的说，可是已经这么快就已经把那个决定好了。ゲロゲロ昔流行った言葉？ゲロゲロ？変な日本語教えないでね。変な日本語？可我每个人继续用，那只能继续当吃货了，不行啊。阿奇叔的吃快全部都八八八要决定了，好快啊！没关系，吉祥物这样会卡很久。我也觉得。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慢慢决定吧。T P 大家也都还只是画草稿，下次可以再改开吃。好，那我就先试着把大家提议一下，觉得我的吉祥物可以长什么样子。明天跳舞开直播。吉祥物就明太子头鸭子，明太子头鸭子，明太子头鸭子。明太子头鸭子，阿 K 还有一小时就快把主题讲完了，超快的累积。明太子头鸭子，累积的头。画一个 Ducky 当吉祥。参考零一的头，那个是爆炸头吧？那个是爆炸头吧？可以学 CT 带我们去大逛一圈，就十一点了。零一头，炸虾头鸭子，炸虾头鸭子，炸虾头鸭子。炸虾头要怎么鸭子啊？炸虾头，嘴里叼枫叶。等一下，看起来超奇怪，放鸭子脸明太子，明太子酱。哦，明太子酱不错哎，明太子酱感觉更可爱了。一般黄色的头是明太子，一头明太子，明太子炸鸭子，感觉有点可怕，越来越猎奇的感觉。好奇怪哦。下面不要忘了还有盘子。明太子
炸虾，等一下哦，我先想一下，要怎么把炸虾跟明太子画在一起啊？炸虾跟明太子要怎么画在一起？完全没有头绪耶。你喜欢什么食物？嗯，我喜欢的食物很多耶。放盘子上，放盘子上，炸虾沾明太子。别怕，你的吉祥物不一定是最奇怪的，所以有人比我还奇怪咯。炸虾头，花阿 K 抱着鸭子吃着明太子。鸭子穿炸虾面衣，鸭子穿炸虾面衣，等一下哦。我觉得有点可怕耶，不知道为什么很可怕耶，看起来。鸭子穿着下面衣不错，明太子握寿司，但是应该是最好吃的。等一下哦，嗯，这样吗？鸭子，这样吗？是这样吗？我不知道，是这样吗？这样可以吗？我不知道哎，这样可以吗？可以吗？真的吗？完全 OK， 真的吗？真的会很奇怪。これ大丈夫かな？可愛い。ひよことエビフライ。倒过来看也不会有违和感。可以吗？很可爱。鸭子嘴巴扁长一点，扁长一点，大丈夫，可愛い。可是好像比较，嗯，不行，我觉得好像应该要再可爱一点。什么小鸭跟小鸡感觉长得一样，真的很像啊！小鸭跟小鸡真的好像哦。这个真的很困难呢。这样酱油比较长一点吗？嘴巴要外翻一点。嗯，肯达基。小鸭跟小鸡感觉长得一样。嗯，可愛いけどお腹空いてきた。嘴巴尖尖的灰要在网上，上面可以铺满明太子。想象一下拍照常见的鸭子嘴。鸭子嘴，嗯，可以懒懒的躺在盘子上，哦，懒懒的躺在盘子上，
你有没有去那是什么地方？好像没听过耶。不行啊，我觉得越画越奇怪了，越画越奇怪了。这个可以不用画脚，就坐在盘子上。嗯，有点压样，真的吗？要脚吗？可是如果没有脚的话，看起来会不会很猎奇呀？以后台下的饭都拜炸虾猫，总之要妈妈的明太子。老板，我要一份鲔鱼寿司，神兽诞生。明太子是。明太子怎么画？明太子怎么画？明太子是这样吗？这个是明太子吗？你好，第一次来看 ，Hello， 你好。Google 一下图片啊。淋一头还不够练习，要再跟是不是？これ明太子に見えます？これ明太子に見えます？这是蒜。似てないかな？乌鱼子肺不是肺。哦，不是肺啦，不像吗？不像，足跡じゃないよ。見えません、本当に？やばい。ヤッホー、アキちゃん、ヤッホー。明太子跟手指差不多长。麦斯，不要麦斯，不行，跟手指差不多长，快 Google 明太子，等一下，可是我现在附近没有可以上网的东西，我手机，我在直播，2000人突破啦，耶，2000人，恭喜2000人了。2000，画一点一点红红的就明太子，一点一点红红的，原来明太子长这样哦，好，我神助缘，那我让鸭子站在明太子上好了。頭の上はエビフライですよ。明太子、明太子、そう。明太子の中国語は明太子です。No。有明太子穿感可以啦，上次都就会变成像脚踩明太子滑雪，不是滑雪，没有滑雪，可以吗？有像吗？站在热狗堡，不是热狗堡啦，香肠不是香肠，明太子，这话是在质疑什么？明太子啦。
エビフリア。丫丫的脚不给他一只滑雪杖。没有，他就不是在滑雪啊。せめてメタゴを加えるとか。いやいや、こっちの方が可愛いでしょ。大肠包小肠，鸭子干嘛踩在别人嘴上？不是嘴唇，可以帮我包起来吗？这样，那我再画一个盘子。这样有比较像吗？这样可以吗？这是被窝，不是被窝，暗黑料理。お皿の問題じゃない。要被吃了，直接起来被窝 ，OK， 超像吗？有明太子饭，只觉得平肝和平。平衡感真好，对啊，我的小鸭鸭平衡感好好哦，这可以在夜市卖，不行啦，夜市不能卖这个啦，1.50磅，谢谢明太子，没带狗边狗尼拉尼吗？害我想到东西，陈旧的香肠者，鸭子没有翼，滑雪板，鸭子哎，对，鸭子有小翅膀。这样啊，这样呢，这样可不可爱？头再来一组，是不是要画出明太子的颗粒感？我觉得那个要上色之后才有办法画出那个深浅的感觉。可爱，超可爱，真的吗？那就。我觉得颗粒感会压拍住手，有阿 Q 好可爱姨，有没有考虑画成鸭嘴兽可达鸭的感觉？鸭嘴兽可达鸭，抱歉，不要颗粒感好，颗粒感好密集的感觉啊！不过还有一小时，对啊，好久、哦，香肠炸到破皮，嗯。感觉盘子有点旁边画一杯可乐就是套餐了，不要画可乐，不要画可乐啊，可达鸭哦，可是可达鸭看起来好呆哦，那本人说很像在滑雪，对啊，不会小时在考虑这个吧？脚丫丫有脚扑啊，丫丫有脚扑，有帮他画脚扑了，现在不呆吗？今不呆啊。脚在明太子滑雪不好吗？但是他的慢一点，因为他是丫丫。哎，看不出来吗？他是丫丫哦，他是丫丫。嗯，然后除了炸虾的帽子之外，大家觉得还有什么地方要加吗？大家觉得还有什么东西要加的吗？嘴再长一点，嘴再长一点吗？嘴再长一点，
这样，这样会太长吗？加个瘦，加辣不要钱，就差滑雪杖。认真，认真吗？给他一个护目镜。人家就不是在滑雪啊，人家没有在滑雪，加个雪花。人家就不是在滑雪，还是要加枫叶，加一颗枫叶，把鸭子嘴画成明太子。不行不行，我觉得那样会变得很奇怪，不行，我觉得不行，我觉得不行。嗯，想要加枫叶，可是不知道加在哪里耶。ひよこじゃなくてアヒルだったの？カモカモ、これはカモ、カモだよ、カモ。他的脚不能踩在同一边，不行哦。啊，对哈、哦，明太子就是雪吧？枫叶画在呀盘子上，盘子上画一颗枫叶，好，盘子上画一颗枫叶。嗯，枫叶。枫叶，盘子上有一颗枫叶，可这样会不会很奇怪啊？枫叶的叶子如何？加瓦萨比跟紫苏叶。滑雪，他没有在滑雪，他没有在滑雪。可是要怎么让他踩在两股上面？嗯，感觉很丰盛，不太会是一颗。皮哦皮哦，不会啊，越来越像法式法式料理。もみじかな，そう。准备要被炸了吗？高级化，主题是鸭子没手，然后自己爬起来了吗？很像摆盘的叶子。那只有一个会不会太少啊？还是画两颗好了，不是两颗，两片叶子好了，两片。两片，两片叶子，两片呢？几块飘下来都 OK 吗？上菜前淋一点橄榄油。皿の上だと。なになに？もみじまんじゅう？站在大的枫叶上呢，可以从其色颜色到粉丝本丝明载到吉祥物，都是高级的路线。明太子画在一片大枫叶上如何？两片加倍设计。我想画，可是啊、哦，你的意思是说不要盘子，然后把明太子放在枫叶上面吗？是这个意思吗？没错，把盘子换成枫叶，好啊。这样画好像会有点大哎、欸。
可是明太子跟枫叶都是红色，哎，对吼，明太子跟枫叶都是红色的，那我让鸭子长尾巴好了，鸭子的尾巴是枫叶。怎么样？鸭子的尾巴有一个枫叶，枫叶可以黄绿的。偷偷问一下，这台的粉丝名是什么？刚刚没有参与到，这台的粉丝名是明太子哦，真是可爱。好痛！为什么好痛？为什么好痛？屁股好痛 ，OK， 感谢，好高级的粉丝名，屁屁好痛，我觉得可以耶，我觉得这样子蛮可爱的，以后出吉祥物的手游的话，战斗力很重要，我这个一定战斗力超强的，它看起来就是超级稀有的那一种，就是平时看起来很呆，可是只要突然有什么危机出现的时候，它就会变成超级厉害的那一种。淡淡的忧伤，它被吹箭射到，没有吹箭射到，不是吹箭 ，SSR 对，生成能力超强，对，没错。要战斗就是要马场，不是，明明看起来像史莱姆，不是史莱姆，它是鸭子，鸭子头上有炸虾，然后踩着明太子，然后屁股有一颗枫叶，有一片枫叶，叶子做衣服，这个以速度取胜滑雪等等，你是不是就是可达鸭？不是可达鸭，跟大葱鸭一样好吃，没关系，明太子也没有关系，感觉可以啦，我觉得鸭子在滑雪。不是滑雪，他站在明太子上面而已，他没有滑雪。加那个 bling bling 有没有看起来比较聪明啊？这样看起来比较聪明吗？热狗，明太子，看起来战斗力更高，对吧？尾巴是枫叶吗？比较好吃，呆到发光，眼神看起来很犀利，对不对？眼神看起来很犀利，呆，比较新鲜，有吧有吧，看起来很可爱。那就决定咯，这样决定。有好好铺满太白粉，太白粉吗？有，有。原来明太子是没有，明太子就是一个，感觉到上色就是另一种感觉。对啊，你们大家要期待一下上色之后，上色之后就会看起来很厉害。尾巴枫叶这很特别，我觉得不错，对吧？不敢想要上色，不行，我觉得它上色之后一定会变得很可爱，一定可以的。啊，伊库酱，こんばんは，安安，晚上好。好快哦，三个事情都已经决定好了。第一件决定好的事情就是荧光棒的颜色是黄色加黄色，然后第二个就是饭的名称是明太子，
被照成金黄色的亮，对，很亮，还有40分钟，对啊，还有40分钟耶。吉祥物要取名了吗？哦，对耶，吉祥物要取名耶。怎么办？吉祥物要取名的话，我想取厉害一点的名字。我想取厉害一点的名字。要知道他经常才够酥脆，要听起来很厉害的名字要怎么取啊？名前もつける？そう。名前どうしようかな？小鸡哔哔，酷炫的名字。阿 K 有后补吗？鸭爸，炸虾加小鸭加明太子等于只能被吃。只能被吃黄家虾。明子君，明子君。我不知道哎，好难哦。又要虾子，然后又明太子，然后又枫叶，要取名字。宵夜台屋不是宵夜台，这吉祥物有性别吗？性别没有，没有性别。圈圈捆，吉祥物长什么样子？吉祥物长什么样子？吉祥物就是他，吉祥物就是他。鸭子头戴炸虾。踩在明太子上面，屁股有一个枫叶。枫叶炸虾，明太子选我，好吃呀！宇宙至尊鸭头痛啊，不是，宇宙至尊虾头鸭。满城尽带黄金鸭。滑雪鸭、滑雪仔、鸭爸、和风小鸭、左炸虾配枫叶花、明太子，头上自带光什么光环？对啊，日月大子，这是一定能打败 CC 的吉祥物光环。我推你这只已经升天，没有升天，此鸭已升天，鸭爸加一，鸭爸。鸭爸会不会听起来太凶猛？鸭爸感觉缺少了平常会听起来萌萌的名字。平常会听起来萌萌的名字。反差萌明鸭子鸭霸酱，目前看来手滑草好像是最弱的。反差萌啊，明虾长这么可爱，要凶猛一点。萌萌好吃鸭，明风鸭，炸明鸭就叫阿基莫。为什么手滑草还没进化好？这只就叫人家才不是明太子呢，人家才不是明太子。萌萌鸭。鸭拜，鸭拜，鸭拜就是字面，如同字面的非常的鸭拜。手滑草进化后是手滑树，怕了吧？好难哦。感觉手滑树还是赢不了。炸明鸭，明风鸭，长这么可爱，要凶猛一点的名字哦。鸭爸，宵夜鸭，咿呀咿呀哟，
等一下，有有会让我想到那个王老先生有快递，就叫风鸭明好了。风鸭明，阿秋大肥鹅，鸭鸭打怎样？亚历山大，可以取一个名字最长的。TP48 上古四兽之最鸭爸奖，鸭儿子，达叉鸭，鸭爸。鸭，秋鸭，秋鸭。风鸭名字，风鸭名字，我想取一个日文也可以通的，鸭妹罗。你要可爱，那就鸭你罗，鸭妹罗，晨曦鸭，晨曦鸭，鸭。秋鸭感觉也不错，其实不是鸭，鸭爸，明鸭子，明太子鸭。会施压的鸭子，已哭鸭。鸭爸，鸭爸感觉还蛮可爱的，我觉得。鸭皮。鸭皮烧，要烧东西，要烤东西就对了。阿基卡莫诺卡莫要用平假名写入双关语。五谷鸭，未熟鸭，不行耶，我觉得名字好难想，一定要有什么鸭吗？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要有鸭。要是节目上你要写鸭爸两个字，会很辛苦。不一定要有鸭，小鸭撞到虾，我第一眼以为是鸡，不是鸡，阿奇呀，是鸭，偷偷叫名字，叫达可，我以为是小鸡，不是，它是鸭子。那叫不要鸭，海老鸭，鸭丝丝。炸鸭，枫叶炸鸭，不行，太难念了。大葱鸭，炸鸭，鸭哥哥，那叫成。真是，不要乱叫别人的名字。炸明鸭嘞，炸明鸭听起来很好吃，对不对？
东京风味火烤鸭子，炸明鸭是不是听起来不错？你看，你看，炸明鸭，好难想哦，我觉得名字好难想哦。炸明鸭有一种炸明虾的感觉，可是又不是炸明虾。陈思鸭做会聊到陈思者，陈思鸭我觉得可以。太子鸭，太子鸭，嗯，哎呀，陈思鸭，陈西鸭。哎呀，鸭名字 ，Fly Me Come， 炸名鸭我之前也想过了，顶鸭鸭，那叫不是鸡啊，不是鸡，嗯，油封鸭，不是鸡。鸭霸酱，鸭霸酱感觉蛮可爱的，我先写下来。其实刚刚 Yaki 感觉也不错。Yaki 哦，鸭霸酱 Yaki， 如果开放投票，城市他可能就获胜。TP 鸭比花超多 ，Aki Kamo Kamo Aki， 讲用日文啊，一比鸭鸭，然后一比鸭鸭就会开始讲唱歌了。鸭霸酱，鸭霸酱或是鸭蹄，哦，鸭霸衣哦，鸭霸衣这样就会很鸭霸耶。投票看看，现在是民主的时代，竟然是一鸭霸，鸭霸台语是什么？炸飞机？感觉现在不用鼓掌通过都会投出奇怪的东西，我也这样觉得耶。秋乃ダック、秋乃ダック、苦鸭系，苦鸭系也太听起来很衰，感觉战斗都会失败，所以就很苦鸭系的感觉。鸭霸台语师傅面，原来如此，原来名字这么难想，怕真的很难想。3000元，恭喜哇！鸭霸的台语就是很凶哦，原来是这样。苦鸭系，苦鸭系，苦鸭系就感觉很衰耶，感觉真的战斗都会失败的感觉。苦鸭系最近正行，天啊，前面进度超快，居然卡在名字。对啊，对啊，居然卡在名字，真的好难想，对不对？苦鸭系。鸭霸台也有霸道的意思，原来是这样哦。感觉苦鸭系也蛮可爱的耶，先列入考虑。Ducky， 小猪中箭，苦鸭系。选择后就会选很久，真的。
先写一下悔しい悔しいかもよ。25个候选名，哇西呀，やったちゃん，やったちゃん，选择太多，对啊，真的。不是觉得苦压戏很不吉利吗？有一点点感觉战斗会失败的感觉。作为日本苦压戏有点那个，好吧，那就不要苦压戏了。可愛いな，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不然就封鸭名字君好了，有点外国人的名字。封鸭名字君，这样听起来很像那个特别厉害的那一种外国来的鸭子。うらやましい。うらやましい。现在被 CC 影响，大家多少都会考虑到战斗方面的事情。没关系，我自己也觉得很衰。你的那个亚萨系的那个沙杯星星掉了。亚大是好也成功的意思。ちょっとマイナスイメージになっちゃう、悔しい。そうだね。じゃあ名前どうします？ヤ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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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ヤピ？やった、サスビヤ。サスビヤ、優しい。ヤキバ。其实我觉得ヤキ好像可以耶。ヤキ。不然叫他ヤキ讲好了。Yaki 短短的又蛮可爱，对吧？那就 Yaki 吧，不然要讨论到11点了，真的。Yaki 讲，剩下22分钟。亚萨西，刚好你想象萨西。Yaki， 鼓掌通过，好。刚刚就觉得 Yaki 最好 ，Yaki 讲 ，Yaki 很好。好，那就决定是 Yaki 了。决定是 Yaki 很好。谢谢手滑哥的，谢谢手滑哥的不倒翁。好了，就决定是 Yaki 了。Yaki 優しい。Yaki ちゃん可愛いかも。Yaki ちゃん可愛いかも。好，那他就只会讲Yaki酱，可愛いかも，这个有双关耶，好像很好吃，真的。Hello, I'm TB48 fan from Thailand. Hello. 好了，就决定是Yaki酱。秋のマスコットはYaki ちゃんです。こんにちは、ヤキでーす。谢谢帅人的不倒翁，就决定是ヤキ讲了。拍手。おいしいかも。都搞定了耶，还有20分钟耶，おめでとう。ハチパチ。好了，就决定是ヤキ。恭喜又完成一个任务，我觉得太快了，我觉得我太快了。谢谢恭喜校长，是我的冰淇淋，谢谢你，谢谢你。
见证历史的一瞬间。我太早，我觉得我太早就把事情都决定好了，好早。决定了吗？决定了，决定了，他就叫做 Yaki。刚刚肉肉三个任务不到一小时，后面都在讲笑。哎，任务超快的耶，太快了，我太快了，我觉得我的动作太快了，动作太快了。可以睡觉了，不行，我还不行睡觉。现在要。可以上色了，不行，上色要等到明后天再讲，不然明后天就没有事要做了。非常有执行力，对啊，任务结束后开始吃，下次再上色，行动力高。先开放闲聊，先吃先吃，来个庆祝舞蹈 ，Yaki。我不会跳欸，怎么办？我想要帮 Yaki 找一个会讲的话，我想帮 Yaki 可以回顾一下三个结果。好，可以回顾一下三个结果。来回顾一下阿 K 的应援色决定是黄色乘以黄色，黄色乘以黄色。然后第二件事情呢，就是阿 K 的粉丝的名称叫做明太子，明太子。然后第三件事情的话是阿 K 的吉祥物叫做 Yaki 酱，然后它长这个样子。该叫儿子出来见客了，该吃讨论等什么咸酥鸡什么，明后天可以想好啊，想他的技能，编舞可以跳体育舞，帮 Yaki 决定料理的步骤，他的叫声就是 Yaki 啊，所以他会叫 Ya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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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吗？ Ya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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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ki。啊、可是 Yaki Yaki 这样叫久就会变成 Aki 耶， Aki Yaki 讨论零一新发型。下雨不会下雨，黄家黄空邦哇空邦哇， Yaki 才不是滑雪，所以他会这样讲说，他平常很呆，然后没有在战斗的时候就是 Ya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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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ki， 然后呢要战斗的时候就是要战斗的时候就是，我才不是，我才不是鸭子之类的，我才不是鸭子之类的。明太子，闪电 ，Yaki Yaki， 看起来很好吃 ，Yaki 讲，请吃我，才不是滑雪。绝招应该说跟油炸有关，吉祥物叫主人正常的，还没想 Yaki 的招式。明太口，明太口。讨论咸酥鸡等等要夹什么？讨论咸酥鸡等等要查。大家有记得吗？要 follow 我的 Insta 哦。大家有记得 follow 吗？ follow Insta 很重要哦。被人家说你用明太子滑雪吗就会暴走，其实大家都不知道用明太子滑雪比用滑板用那个滑雪板滑雪还快哦。我先牺牲 Yaki 特殊召唤 C8 Yaki 攻击狂甩炸虾，已经追踪了追了，一开就加了，忘了被打哟，忘了しました。
はじめまして、こんばんは。こんばんは。我真的不知道，是这样吗？学到了。所以说那个滑雪杖，滑雪杖就他的平衡感很好，所以不需要滑雪杖。开始帮他编故事了。我也不知道滑雪比赛按捏，解除封印，把头上炸虾拿下来。所以炸虾是工具吧，头上炸虾是工具，就是万一有人有遇到坏人的时候，就会用炸虾去攻击对方。轰，炸虾不是本体吗？炸虾是本体哦。屁股的枫叶是飞镖，屁股的枫叶是飞镖吗？这样会不会很危险啊？这样会不会很危险？用筷子当滑雪杖好像也可以耶。原来这下是武器，我还在这个还要再思考一下，要不要把这下当武器？因为我觉得炸虾摆在头上很可爱，可是要把它拿来当武器，好像有点不太好。这样战斗力就提升了。我本来不想要这招，然后就照下啊，我知道了，就是遇到就是大绝招，就是要使用炸虾攻击。嗯，所以平常不会随便使用炸虾攻击，只有遇到大魔王的时候才会使用。战斗力满满，没错。完成度已经很高，屁股跌倒，他不会跌倒，他平衡感很好。炸虾尾巴能够像蝎子倒钩攻击，嗯，我觉得可以。可是他头上有长角，他头上没有长角。我觉得那个炸虾是个超赞的点，真的吗？傻粉可以想下炸虾的发型，炸虾没有发型啊，炸虾的发型。沙粉，别忘了还有身上还有太白粉，所以回避力很高。Yaki 不涂对拔担心。はじめまして、リュウさん。はじめまして。はじめまして、TP48。一期生正式メンバーのドジェミンです。アキちゃんで読んでください。你能够接下来这招已经很厉害了，甩完明太子。等一下，甩完明太子是怎样？明太子是拿来移动的工具耶，他需要那个踩着明太子才能走路。把这下拿下来后，鸭子头发造型，嗯，鸭子头发啊。所以说我还要设计出把虾子拿下来的时候的鸭子的头要长什么样子就对了。对啊，还能用鱼子酱攻击，因为太白了所以不会遇到敌人。个性意外是冷酷型的，明太子经常喷射上万颗鱼蛋，一打开就先把明太子踢出去，然后拿在下边打对方。阿基酱走，阿基酱，不用啦，不用。我想一下哦，如果他的头上的东西，头，结果帽子下是秃头，不可以秃头。我想一下哦，帽子拿下来之后应该要怎么样比较好啊？啊，谢谢，谢谢没笑的石树花，谢谢牛排的熊熊是熊熊耶，谢谢帅元的千万两，金黄色的千万两，谢谢。还有谢谢没笑的十个冰淇淋，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都没看到耶，不好意思，都没看到，没办法，当下直接谢谢你们，谢谢。好，我要继续看留言。有呆毛啊，有呆毛不错耶，反差萌。有呆毛就是敌人觉得哦拿下来可能要出大绝招的时候，一拿下来发现嗯怎么是一根呆毛的感觉吗？感觉很厉害，感觉很厉害。然后趁敌人觉得想说嗯可能只是在虚张声势的时候，然后他就会使出他的超级大绝招。不错不错，我觉得不错耶。呆毛呆毛，我想一下哦。嗯，谢谢手滑哥的不倒哦，谢谢手滑哥。呆毛，呆毛要长怎样？呆毛长怎样比较好？要有什么形状吗？一拿下来发现这货怎么更弱了，然后感觉敌人就被打爆了。我怎么觉得还好？真的吗？能在160度高温油锅生存下来获得胜利。对哦，还要念排名耶。好，三根草怎么都炸，怎么炸都炸不熟。飞机头、朋克头没关系，我们可以明天再继续讨论关于我们的 Yaki 奖的设定。赛亚人头。好的，那我想要来念一下排名，我要念咯。第13名是我们的信婷，信婷 Hello。 第13名，第12名是手滑哥，手滑哥。然后第11名是令，然后第十名是雷吉，好，然后第九名我看看，第九名是铁胡龙，谢谢你。然后差点按时通报，吓死我了，好难。然后第八名是 Michelle， 是 Michelle 吗？是这样念吧？谢谢你。然后第七名是恭喜笑良是我的雨晴生吹，谢谢你，谢谢你。然后再来第六名是伊犁，谢谢你。然后第五名是一家，谢谢一家。然后第四名是米兹哈西，谢谢米兹哈西。然后好难念哦，好难念，好难念。第三名是我们诶，第三名是谁？第三名是庆丁。第二名是帅源，谢谢帅源，平台生推。第一名是美笑，谢谢美笑，谢谢你。嗨，哦，不是 Michelle， 是 Michael。 Roman 啊，第八名是 Michael， 对不起，我念错你的名字了。第一名要说日文啊，そうなんだ。1位は美咲さ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林一超越偶了。
明晚要上班，只好等着看录影档。好，多氪金就可以超越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今天我们一起决定了好多事情哦，很开心耶。应该没有缺者吧？啊，我现在还上台，哎、欸，又换了。阿 K 棒棒的，谢谢阿龙，阿龙长，谢谢牛排上台了，谢谢牛排的熊熊，谢谢牛排的熊熊。明晚在飞机上也不能看到啊，好可惜哦。阿 K 明晚在一起想招式，好啊，阿 K 最棒了，谢谢阿龙长。哪只是？那只是琪琪，那只这只是弟弟哦。弟弟，弟弟，阿 K 阿 K， 接下来两天可以轻松闲聊了。对啊，我才刚来，你才刚来，你才刚来。接下来就无压力轻松闲聊了。对啊，期待上色的样子，我会把它上得很厉害的，交给我。弟弟是红鼻子哦。对啊，你看他是红鼻子。红鼻子，他是什么时候开台？下次，下次是明天晚上的，明天晚上9点到11点，跟今天一样的时间哦，9点到11点。明日も配信しますよ。明日の配信時間は日本時間夜10時から。2時間配信しますよ。ぜひ見てくださいね。期待上色的样子。下次什么时候开台？不用头发直接空过888。阿 K 等一下会看平台直播，会。等一下会去看。我要接车了，阿 K 拜拜拜拜，手滑哥拜拜。好怀念旧嫩小福星，这是我史上第一次上台，真的吗？史上第一次上台。明日も見なきゃ。拜拜，吧唧吧唧，拜拜。晚上最棒了，有时间看。手滑哥工作加油，辛苦了，都要开好晚。お疲れ様でした。楽しかったよ。一家さ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阿 K 忘记日本时差了。有，我记得日本是10点。夜10時から。手滑哥，拜拜拜拜。おやすみご。我要私命我，明天再见，拜拜拜拜，晚安啦，晚安，大家晚安哦，早点休息哦。我要私命，阿 K 晚安，お疲れ様，お疲れ様でした，拜拜拜拜，阿 K 我要私命，我要私命那在，大家晚安，等去阳台继续我字，阿 K 晚安，拜拜拜拜，晚安拜拜。大家拜拜。要记得追踪showroom哦，还有 Insta， 拜拜。showroom もフォロー忘れないでくださいね。Insta もぜひぜひフォローしてください。お願いします。バイバイ。え。我卡住了。